欢迎嚟到 Manoa Steves 嘅比赛现场啊！今日系星期日，7月20日嘅早上9:35。哇！今日咧系2014年侨民杯嘅第三日比赛，亦都系最后一日嘅比赛啦。咁啊，最后一日比赛里边咧，呢个中国队咧就有两支组别嘅中国队咧系可以有机会咧争入决赛噶。咁啊，首先第一场头场咧就系45岁组嘅分组赛啊，就系中国队45岁嘅中国队啊，对住呢个英格兰啊，都系一队好强嘅球队嚟噶。打呢場波之前咧，呢個中國隊咧喺尋日嘅比賽咧係2戰就1勝1和啊，咁入咗3球失2球波啊，咁啊和咗斐濟1-1啦，同埋和咗咧呢個啊贏咗咧呢個蘇格蘭2-1嘅。咁啊，尋日 Ray Pan 咧就射入咗一個決定性嘅入球咧，就係令到佢哋咧贏咗蘇格蘭嘅。但係呢邊咧一開波就咧有個罰球啦。冇跳啊！冇跳。咁呢波系跳顶嘅时候咧，就英格兰球员咧犯规，咁吹罚咗啊！有一个冇嚟啊，佢冇啱跳啊！咁英格兰方面咧，寻日嘅成绩咧就系1勝1負，有3分，暂时系排第3嘅。有拉什文都拗我哋，咁啊佢哋咧都仲有机会啊出到线嘅呢场波。如果佢赢英格兰，英格兰如果赢中国咧。都有機會出線噶。呢個唔係正式，嗰個唔係嘅，正式執波嚟嘅波。咁45歲組咧就有8隊波，咁啊分2組，每組4隊，每組嘅小組冠軍就會係第一名出線咯。呢個波係中國龍咧開出嚟，哎呀啱啱唔夠力啊，俾阿 Yan 位，再射埋去省到人，最後俾英格蘭後防解圍咗噶。咁啊今日咧就中國隊嘅正選陣容方面咧，有翻咧就係中國龍嘅，因為中國龍第一場波係紅牌咧，就係講出場停賽咗1場嘅，所以第二場佢冇踢到。啊，呢波睇下點先，底線攔翻出嚟有角球啊！没事，你掉没事。中國隊嘅第一個嘅角球啊，喺個右路嗰邊。OK， 右路方面有阿 Max 去斬啊！好啦，好近喎，但係近處咧封曬俾呢個英格蘭嘅龍門。個波咧略為咧就係斬得比較行咗少少啊，同埋喺個近處落啊，俾人封曬。好啦，個手力都幾好啊！呢個龍門英格蘭嘅龍門啊，俾佢中間立到啊，俾阿李楠咧。好啦，兜翻轉頭再俾過嚟呢邊咧，就係中國龍清兵嘅中國龍，睇下點樣。嗱，40歲組咧，佢係打 high five 啦，好出到，不過遠處咧係冇人啊，全部啱喺門前掠過。好，睇下點先，呢個波再俾翻出嚟先嚇，英格蘭球員放一個直線上，喺個左路咧係涉內，哇，不過好遠啊，俾到自己嘅球員根本冇辦法追到，我加頭先，咦，再嚟想話一個直線啱啱俾人封到啊，俾中國隊攞唔到啊 ，Ray Pan 呢下可惜，好，中國龍睇下點啊 ，Go， 好啦，放上嚟呢邊後邊嘅阿 Eric。越南人嚟啊 ，Eric， 咁啊，俾上去。中國龍。哎呀，乏力喎！中國龍呢個波俾到，哇！唯有等下李楠睇下包唔包得到啦，包唔到啊，俾人過咗。好啦，再包翻嚟啊，李楠同埋中國龍。邊神再睇點啊？食住對方位解圍咗先 ，OK 啊。冇邊身撈咧，今日亦都係啦，打翻個防中啊。喺中間防止對方嘅一啲高空轟炸，同埋或者可以喺邊陲啊，喺邊陲嗰邊咧係可以係閂到啲波噶。啊，頭槌昂後，阿 Yan 啊加腳，哎呀，角球呢個波，不過呢個波冇辦法啦。Eric 咧係想閂波，不過心急得滯咧，個波係塌咗 Q， 塌咗落去個底線嗰度啊。英格蘭開個短角球，開俾阿2號，睇下點啊！開到遠處頂到啊！哎呀，好危險，好靚啊！15號頂佢。英格蘭咧就一定係噶啦。通常啲鬼佬隊咧就一定係用一啲咁嘅角球高空轟炸咧，用利用佢身高啊嚟到頂波。每一組嘅中國隊咧都係怕呢一個弱點啊，其實就係。對方一斬到波嘅時候咧，因為對方啲鬼佬高大嘅身形啊，就算你壓佢啊，點頂啊，你都係壓佢唔住啊。好在呢個波頂歪咗啫。沒關係，沒關係。
险过剃头嘅呢、這个波系。啊！呢个龙球啊，龙球啊 ，Mark Wu 开过嚟呢边，开过佢嘅右边俾咧系七号嘅阿明，麒麟四十嘅球员啦。好啊，用个速度爆上去啊！哇，嘥力咗少少啊，呢、這个波最后俾人删咗。好，俾阿十六号两个都拍埋嚟，最后咧系应该落翻龙门阿泰嗰度噶，亦都系麒麟四十嘅球员阿泰，但系佢嘅表现都系好稳定嘅呢几场波都算。哦，大腳係俾阿 Ray Pan 心口攞落嚟，阿英壓唔壓住，追唔到啦，師傅。誒得喎，啱啱個波係慢咗落嚟，好在清咗腳先啦。咁啊，阿英做到佢嘅工作啊，呢下。好，睇下點先，高波一啄，最後咧俾阿 Eric 咧刪出嘅。我呢個間個球。咁落去鬥壓啊！呢、這個波，誒、哎，哎呀，又輸個角球啊！都係，睇下點先，都係啊！球證都係指咗角球啊！都係，分米球，阿廖天宇，咩事？唔係有一個危機存在啦，因為又一個角球。阿老阿老，告訴你貼上人，把人貼上，把人貼上。一定要中國隊嘅球員一定要貼住英格蘭嘅喺禁區裏邊嘅球員啊！特別係後邊十五號嘅高佬，好啊！呢、這個波又開得好似麻麻地啦，不過近處有人攞到嘅英格蘭，俾翻出嚟啊！照計就佢啊，哦冇啦嘅波，佢如果唔即刻俾翻出嚟，自己隊友咧就直頭咧就係咪俾對方咧解圍咗添啊？李楠解圍咗，一開波就攻喎，睇嚟呢個英格蘭好吹罰。Merrick 仔就跌低咗，不過都係冇事啊。有吹罰咧，英格蘭嘅。媽，傳球傳，別上傳，先別上傳，不行。啊，罰球咧係阿馬烏。腳下。最好就開個大腳啦，唔好開邊啊，危險嘅因為對方都有啲快嘅球員咧，扯埋嚟噶。Yeah。咦？俾阿 Eric 仔啊。Nice。呢格呢下要大腳啦啩？哎呀，咁樣俾咗俾阿十五號，點解唔大腳咧？阿馬烏第一腳，哎呀死啦！俾人哇爭啲啊，俾人咧係有機會起到腳啊！好在咧阿馬烏係閂住個中間位。其實製造咗啲危險㗎，即係阿馬烏嗰個罰球，一早大腳咧就似乎咧就會咧冇咁咩啊，會冇咁牙煙啊！都好啦，咁啊，搏翻个龙门球先啦，起码咧系俾阿 Mark Wu 再有机会咧斩多次，不过今次真系要大脚啦，唔好系真系唔好咧系第二波俾侧边两边啊！你识唔识讲噶你？有你冇得影响人哋啦？好啦，大脚都斩唔起喎，阿 Mark Wu 点解呢个波？未瞓醒啊 ，Mark Wu 真系点解会咁嘅？好，中间咧再拉翻先啦，睇下点啊，阿王。再俾六號阿 Max 回翻後先，後邊咧阿王， good, good. 我照俾佢啊 Eric， 阿龍，睇下冇位俾啦，斬啊！阿龍阿龍，太貼咯，貼住人哋後衞啊！哎，省轉頭嘅波，龍門急切想解圍，不過咧省到去側邊。啊！二號點啊？再俾佢嚟，轉想試圖轉身啊！呢、這個阿爆仔。我最後俾阿李楠咧係困咗出界啊，張學波。不過吹罰嘅，呢個波係困住咗對方。啊！保護保護，哎，保護就行。好啦，高波掉入，阿泰就接曬啦。我中間攞唔攞到咧，阿王回翻後邊阿 Yan， 再放去呢邊。到啊，都去到 Repan 度，啱啱通坑渠，不過都係困到對方腳之後咧，個波係俾人刪咗。阿媽阿媽烏俾翻出嚟先 ，Eric 仔，再俾翻中間李楠，回後 Vincent 大腳噶啦，掉落中國攞到，有啊有啦，頭槌都係線都俾人啊，我都想盡力咧頂翻入嚟啊，阿 Eric 仔啊攞翻，直線。
你聽，面對幾個好難過啦，睇嚟都。我最後撞翻落去英格蘭嘅中場球員嗰度啦，好啦，再一個高波，再吊個左邊，追唔追到咧？阿十五號追唔到，因為個波係比較高咗啲啊。好啦，呢個時間咧，英格蘭先換係兩個後備先啊，二紅八號咧換出嘅，換入兩個。咪睇到誒後備席方面咧都有幾個球員啊，個兵員咧都幾充足嘅，睇嚟呢個英格蘭都。好啦，呢個角球抌出嚟啊！阿 Max 上出嚟 ，Vincent， 呢邊阿李南 ，Alex 仔，再俾阿鍾國龍。啊！再俾到阿王，好靚啊！俾到阿 L 仔，要左腳出啦，定係扣翻出嚟咧？佢啊轉身右腳俾鍾國龍啊！哎呀，可惜啊，攞甩咗波啊！鍾國龍喺個禁區裏邊，小禁區唔夠定當啊！呢下好，再組織個攻勢，又失咗啊！中間斷咗籃，可惜。好啊！中場睇法都要壓壓對方英格蘭先得喎，唔好俾空位佢俾啊！俾到落去呢個右路 ，Vincent 咧係解圍咗喺邊先啊！冇錯，唔好再輸角球啊！我暫時嚟講咧，呢個中國隊嘅後防咧仍然都好穩陣啊！暫時雖然咧俾對方一個頭槌咧攻到門啦頭先。好啦，加个球咧，属于英格兰噶。黐成支啊，可以铲啊，应该黐得到我。再黐，开后一点。好啊，抌个手榴弹。咁禁区里边系阿 Vincent 攞晒噶。有鬼！钟国龙。好啦，不过钟国龙咧闩咗出界啊，佢其实想斩翻入嚟啊，不过有少少啦。個方向嗰度咧係偏咗向呢個界嗰邊啦。好啊，等我嚟啊，個加球。馬烏。好啦，呢下就斬到啦，俾到阿 Ray Pang。鬥翻嚟中間，中間阿王。我仲想爆入去啊！咦，俾佢爆到，過埋添喎，再射有冇咧？冇啊！推到入去已經咧埋有兩個咧係後衞埋咗嚟啦，佢其實啊推多咗一步嘅，可以話呢個波。咁一早射咗呢個波咧，就可能機會大啲啊！好啦，呢邊咧再刪到個教球啊，阿貓烏。識阿王咩？大佬阿王肯定扭到差唔多龍門都扭埋啊嘛！好啦，睇下嗰邊嘅教頭點啦。因為咧，依個中國隊都係靠兩個突擊啊，暫時係。但係攻勢咧係英格蘭比較多少少。哇！好急㗎，有三個。好，解圍咗先，阿 Vincent。咁做佢就係咁入嚟。好嘢，好嘢，我俾過嚟呢邊，中國龍啊，一擋擋到，李南，再俾佢呢個中國龍呢邊，但冇人幫啊，中國龍啊，唔係俾翻 L 仔先，最後要李南再，哎呀，吊上去，波波到啊，去勢慢啊，因為草場，如果係人造草嘅話，可能係會出界嘅呢個波，我俾翻十二號啊，英格蘭嗰邊，放個直線落，有人攝上去啊呢邊。邊個四十五歲？阿狗仔好快喎，個速度。邊個四十五歲呢個？好啦，呢波哎呀，鏟低咗對方啊 ，Vincent。盡量唔好高啊 ，Vincent。咁啊，俾咗個罰球人哋啊。屌你媽，中間走咗一個過去。我可以啊。OK， 沒關係。依四界，哎。啊！呢個有一個叫護位啊！個球隊出少少，人場啊兩個啊！呢個啊中國隊。貼上人，把人貼上嘛。OK， good。咁啊，今日趙林咧亦都係繼續咧係喺場邊咧係指點啊啲球員啊。趙林咧就係45歲組中國隊嘅教練啊。不要他起跳，不要他起跳就行。不要他起跳就可以。好，掉落去。好嘢，單手拍翻出嚟先啊！泰，解除咗個威脅先，暫時。好，落到俾阿十六左腳，佢又出個地波。
仍然逼咗出嚟，咁啊省到咧中國隊嘅球員啦，咁啊角球嚟噶。左路角球啊，今次係。咁啊，真係要睇住呢個15號高佬，因為身形真係好高啊。咁啊，高出咧有部分球員咧就係成大半個頭都有啊。星仔和肯仔那跑一跑，跑两趟，跑两趟。似乎系内弯喎，你真系弯到嚟咁啊，顶翻出嚟啊呢边，中国龙。好啦，咁啊呢边咧 ，Eric 仔大脚啦，解围，哎呀，闩唔到啊，第一脚落翻佢度，唉，解围先啦。佢第一下咧解围唔到啊，第二下先至咧系再大脚啦，闩出去横边。好，又俾阿十五号。Go go go go！ 好啦，点先？中国龙。再俾阿王。好，中间咧俾阿 Wipan。射埋去，搞掂啊！都系咧俾龙门一救翻出嚟啊，可惜啊。Wipan 射得好行噶呢波。Pass。对方龙门始终呢个位咧，佢因为布得个好位啊，所以咧俾佢闩到。好，继续啊！教下球啊！中国龙啊，等翻后边。李楠，咦，得咗呢个位啊？阿 Ray Pan 已经褪翻出嚟啦，已经。看这脚怎么样？好啦，继续嗰边嘅反攻啊！英格兰用左路出啊，嗰边用左路组织。啊，回翻后边。诶，省到啦，系阿明啊出界啊！啊，睇下点先呢个波，直线又俾阿十五号啊，好俾到落底线，捞翻出嚟啊，要转身啊！我再闩出去横边啊，继续又系英格兰嘅波。啊！開呢個教球之前咧，就中國隊換阿 Ken 仔入嚟 ，High Fire 隊嘅 Ken 仔啊，換出就係阿 Max 啊。好啦，等入嚟呢個教球啊，李楠咧就壓住啊十五號。啊！勉強地出到啊，但呢個波都係出咗去網側嗰邊啫。係啦 ，OK， good， good。咪李楠 OK 啊，呢個波係壓住啦，係啊，十五號等佢冇咁容易啊出到個波啊。好，英格蘭方面咧，亦都換一個後備入嚟啊，睇到。啊！呢個龍門球開過嚟俾 Eric 仔，睇嚟都係要高波啦，冇錯啊！冇啦，呢個波外西啊，西翻去出邊個界嗰度啊，俾唔到阿旺嘅最後都。啊！教球抌出，誒吹罰啊！起腳過高啊，球證就話啦，中國龍。好，呢個罰球啊！暫時打19分鐘，咪未開紀錄。係，小心點啊！中點。咪都要再講一次啦，中國隊啊，呢場波一定要贏到英格蘭，仲要睇埋啊，同場啦，蘇格蘭對斐濟啊，斐濟嗰個成績先至可以決定到佢哋能唔能夠咧進入決賽啊！今日，我逼入嚟啊！呢波 L 仔頂翻出去，阿 Yan。再俾啦，阿 Ray Pan。我呢边咧系英格兰球员咧，将个波闩出横边。我教球一抌入去啊！阿王追唔追到？追唔到。好，再闩出横边，又系间外球啊！中国队。好啊 ，Ken 仔抌入嚟啊！好，你有冇機會去到啦？去到啊，師傅，阿王俾到出嚟，但係因為
好可惜啊，中間咧就阿 Ray Pan 俾人壓住咗。睇 corner 啦，大佬。乜龍門球啊？阿 foul 啊 ，foul 波添啊！个波就系俾英格兰罚球添啊！咁啊冇啊冇错啊，系咁啊，咦冇计噶，你系咁射。好，第一点系线后咗，睇下点样样。红西，红西。好啊，十爆去，但系旁正咧已经指咗系越咗位先噶，英格兰。咁啊，球正而家第一手啦。No, no, no, Pat. 哎呀，馬烏今日開啲波都唔好靈騎喎，啲高波。馬，馬，我又開咗出去界外啊。馬，沒關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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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約啦，阿馬烏咧沉得住氣啊，希望佢。啊嘛，唔好攔個波啊嘛。好啊，教外球啊，又系。我高波接曬啊，近住阿泰。好啦，大腳啊，中間似乎落點啊，咦，落到落 Ray Pan 度好靚啊，黏得。不過第二下咧就轉身嗰下就窒咗，我變咗都係斷攬啊，最後。好，左路落呢邊咧啊。麥烏啊，沙沙阿 Yan， 再俾翻後邊阿 Eric 仔，大腳應該過唔到頭啦，冇錯。咁啊，俾對方嘅球員17號咧頂翻出去，加個球啊！好，呢邊咧係阿李楠，俾落去，哎呀，啱啱都係俾人擋一擋啊，望過去路，變咗轉身慢咗。英格蘭嗰邊睇下點啊，12號。阿 Novi 斬上去，冇人啊，斬到嗰個位啊，完全冇人追啊，嘥咗呢個波啊 ，Novi 十秒。啊，呢個隔個球啊，中國隊。阿明嚟擋今次。啊，揼前啦，點啊 ？M 明啊，再加多腳。好，頭槌先翻落去阿李楠嗰度，再俾呢邊 Eric 仔。好，俾翻嚟中國龍。我再俾阿李楠，咪李楠用速度咧壓過咗一個，不過第二下咧推多咗。我再放呢邊後邊咧，仲有，中場嗰邊咧右邊有阿明仔喺度啊，阿明。貓烏，不過有啲危險啊個波。好在攞翻嘅時候咧，佢解圍啊大腳。我頭槌線咗去後場啊，英格蘭後場。我左邊有冇？夾 硬俾翻啊，阿明。我嗰邊睇下點先。Ray Pan， 咪俾人撞撞都去到啊，仍然。佢又走咗，但呢下咧俾人刪到出去橫邊，搏翻個角球先啦，呢個中國隊。好啦，连呢，好 ，OK，OK，、okay, okay, good。啊，佢哋嘅角球睇下边个要斩先。阿明嚟啊，阿明斩。啊嘛。落点去到后柱，全部落晒唔紧要，仲有 Eric 仔再可以咧补多脚啊，再斩翻嚟，中间冇乜用呢下顶晒。咁而里边嘅球员都系俾人压住啊。好 ，Eric 仔又攞翻先。李楠。攞唔到，哎呀，多咗一步啊！啱啱俾得，我見到咧，其實好密集嘅呢個英格蘭後防。好，啱啱個頭中國龍出到嚟，哎呀，冇用啊！出到都冇用啊！呢個波係貼住門啊，咁結果係出咗落去龍門嘅手，俾佢接翻。唔係，大家見到呢個英格蘭嘅嗰啲傳送都好快下嘅。我俾佢，哎呀漏曬啊！三號呢邊，唔緊要啊！阿泰咧壓住對方先，攞翻龍門球。喂，嗰個位咧，突然間阿 Eric 仔補嗰個位咧就空咗出嚟啊！俾阿三號仔啊攝到落去。
啊，中國隊又換人啦，將阿鐘國龍咧換出嚟啦，係咪咧？唔係喎，阿星仔又準備換入，睇下換出邊個先。哦，換阿李楠。阿英，打好咗。哎呀，我換阿李楠出嚟，就換阿星仔入去。High Fire 隊嘅星仔，咁啊打呢個左翼，咁啊將阿英咧就擺後少少啦。打個中堅位啊！先嚟先，哦，龍門咧大腳生咗出嚟，中間攞曬喎呢個英格蘭，我拍甩咗啊！中國龍，我最後呢個波係紅衫波嚟噶。好啦 ，L 仔抌俾咧阿 Ray Pan， 但 Ray Pan 咧攞波時候咧就踩到人哋一下啊！好睇下點先啊！呢個波係自己又跌一跌，睇下有冇事先，試又冇事嘅，會回翻道氣就得噶啦。雙方冇事啊，大家。啊，英格蘭方面咧又換人嘅，換走一個五號嘅球員啦，再換入一個。L 仔等我教下球出嚟啊！中國龍俾翻佢，一拍，出咗界先啦，紅衫波啊，繼續係。我話呢個波一頂，哇！阿星仔啊，頂緊出界，我真係。因為佢轉唔到身啊，星仔頭先個波。有啊，有啊。好，繼續係紅衫波啊。阿 L 仔抌俾阿 Ray Pan， 再嚟啊！哎呀，呢個波彈得太大力啊，彈翻出去啊！咪 Ken 仔再撞落底線波，個波亦都係大力嗰頭啊，撞落去個底線出界啊！力水太大啊！呢個波啊，星仔係彈翻出嚟嘅時候。兄弟，好，你幫我睇下點先啊！龍門球啊，開咗出界喎，開咗邊線。嗰邊兵咧抌。我睇下點先，俾翻落去中間。有人好快殺落嚟啊！咁啊，又落咗去三號個位，不過係阿泰啦，好快瞓身啊，接翻個波。我中間落點又係俾人攞咗啊！我阿九號射馬，省到啊後衞。我睇下點先，阿英。放佢俾阿星仔個位，比較入咗少少啊！哇，阿英俾得，好龍門咧唔接得噶，英格蘭龍門，我十七號，再俾落第一腳、第二腳，兩腳就去啊！哦，解圍咗先啦，最後啊 ，Vincent， 一定係解圍噶啦，呢個波冇得講啦，我睇下點樣先，又一腳撞，哎呀 ，Eric 仔啦，無意地都係困跌咗對方。哇！英格蘭又再一係換人啦。咁呢個比賽都係無限量嘅後備可以換嘅。出場休完息之後咧，可以再入翻嚟嘅回旋器。我喺邊線嘅罰球啦。九號仔操刀。睇佢斬到去幾遠啦，似都係遠處嗰邊啦，應該，因為啲英格蘭球員部曬喺遠處啦，斬到去峨眉月頂。哇！哥哥，我阿七號仔睇下點啊，大發後先，跟住先嚟一個高波，要曬位噶啦，應該就，不過最後阿泰咧接曬啊，哇！咁樣俾翻出嚟阿泰，有啲危險。咁啊，依家咧先至咧係大腳。
但係個波咧都唔係話踏腳到好好硬啊！媽！他頭先嗰下咧，唔知點解碌出嚟啊？係嘛，好危險嘅個波。阿天，冇啊！好，繼續啊，間個球啦。好，仍然都係嗰邊左邊嘅進攻啊，英格蘭。好，三十分鐘整整嘅上半場咧結束。咁啊，中國隊咧佢哋嘅後防仍然都係守得到啊，暫時咧以0-0咧係結束上半場嘅。咁啊，早段咧有兩個好嘅撐士嘅呢個中國隊把握唔到啫，只係。咁啊，等每位球員咧係休息咗，再沉靜冷靜，再諗一諗睇下下半場點樣打咁啊，睇下佢哋咧下半場嗰個表現咧會如何啦。唞唞先，翻嚟啊，繼續下半場比賽啦。好，歡迎翻嚟啊！下半場嘅餘下三十分鐘比賽啦。哇，下半場咧由英格蘭係開波嘅。咁啊，開波之前咧，其實頭先有少少嘅插曲，就係咧係有球員咧就係英格蘭球員又要要求啊 Ray Pan 咧就出示個身份證嘅，咁啊最後冇事啊，最後咧係 check 咗 ID 冇問題，咁啊大會咧係亦都有權咧係審查咧係每一位球員嘅身份證裏邊嘅年齡啦，大家係咪真係一個夠歲數年齡之下參加嗰個組別嘅比賽啊？好啦，呢邊咧英格蘭咧就係後防咧係生出咗個波。咩事？Alex。我上半場啊 ，Ray Pan 咧有一球咧係射得好好啊，但係俾龍門咧救到啊，好啊 ，Ray Pan 攞翻個波，咦去到第二下咧俾人襲咗啊個波，誒呢個波做乜鬼嘢事啊？呢個英格蘭咁樣 ，Unlucky 做咩事啊？咁樣俾啊，自己都唔知做乜鬼嘢事啊！我但係呢邊咧阿明咧就俾人一撞啱啱。我睇下掹係咩事先，可能有少少血流咗出嚟喎。咁啊，對方冇，咁啊，對方冇心嘅頭先嗰下波。咁啊，阿掹咧就俾對方頭先困出界個波之際咧，就困一困佢嘅塊面嗰度啊，冇事嘅，揾啲水洗洗啊 ，OK 嘅阿掹。哇！個波最後咧係罰波啊，罰都係英格蘭隊噶。咁簡單，你唔撞傷人哋點就？哦，俾個隔球球啫。我就阿明啊，抌埋啊！我抌俾阿鐘國龍，再俾翻阿明。安博，省到係啊，十五號隻手球啊！好，而家 Ray Pan 咧就係睇下去到邊個位先。Ray Pan 喺後處同阿鐘國龍，睇下能唔能夠接應到咧係阿明嘅個波啦，未夠後啊個波。好，阿 Yan 佢又唔射喎，俾阿旺，阿旺都係扣翻出嚟，再俾阿明。好靚啊，遠處，哎呀，遠處高出冇人，仲有後邊一個啊，鐘國龍。咁啊，俾翻出嚟先，俾翻咧係下半場換入嘅阿彭德星。咁啊，彭德星亦都係麒麟四十嘅球員嚟噶，同50歲佢都有打噶。好啦，呢個波啊，快啲搞嚟先啊，貓烏。哇，好緊啊，掹掹緊嘅呢個波啊，貓烏係散出去嗰個後。咁啊，英格蘭球員咧就係落腳咧散落嚟啊。咁啊，吹罰咗啦，英格蘭嘅。使唔使愛水啊，阿明？流緊血啊佢。打咗一陣，我罰球阿貓烏，又開得好靚啦！我阿頭槌咧頂翻轉頭，咁最後咧由龍門接翻嘅英格蘭嗰邊。喂，都要重申一次啦，兩隊今日一定要贏啊，先有機會咧進級決賽噶。特別係英格蘭啊，英格蘭咧係許勝就不許和添啊，直頭。好啦，右路進攻，英格蘭噶，
斬個高波粒又去頂唔曬啊！哇，十五號頂唔曬，哇！睇下點先啊！中國龍攞翻心口浪翻落嚟俾翻咧啊 ！Vincent， 嚟好 ，OK， 斬嚟邊呢邊啊 ？Ray Pan 冇人幫佢啊，對方一腳篤走咗間外球啊！我投啊！啊，呢個波係頂落去，對方一頂就頂翻出嚟。Yes, yes。再落翻嚟阿明嗰度。Pass， 係啊。Pass， good， good。我俾個左邊，左邊啦，係啊 ，Eric 仔，中國龍。咁啊，黃朗嘅時候俾人拍甩咗個波，最後 Vincent 能唔能夠拍到？仍然有拍到。最多。咁啊，埋到禁區咧 ，Ray Pan 咧慢咗啊！不過佢都估唔到呢個波咧會係俾阿 Vincent 咧刪到過嚟呢邊啊，喺佢咁上下嘅位置啊！哦，英格蘭方面咧就係進攻啦！好，教下球嘅呢邊。咪就喺同場嗰邊啦，呢個蘇格蘭同飛仔亦都咬得好緊湊噶。啊，中國龍，誒攞甩咗，我仲有冇？你睇下點先，哇！我波係，好亂啊！頭先嗰位，咁啊，最後都係吹咗噶，球證俾英格蘭波啊！你抓这个红牌哦！别说了，金巨蟹，金巨蟹，金巨蟹！哎，听人，听人！啊，有中场嘅罚球啊，英格兰！听到人，听到人！我落开个低波啫，呢下都系阿王俾翻后边啦。L 仔系炒出界先，将个波。美力仔今日都好落力噶啦，見到佢，喂又助攻又咧係封波啊喺後邊做到佢呢個左閘嘅一個責任啊！啊，撩咗高波出嚟，阿明俾翻後邊阿 Mark Wu 胡杏寧。咦，仲有時間俾到？我俾翻阿明，阿明呢位比較空啲啊，不過亦都要睇定再俾嘅。中國龍俾翻後邊啊 ，Mark Wu。啊！俾到大腳靚啊！俾到啦 ，Ray Pan。Ray Pan 落到底線，哎呀，追唔到啊！媽，有客人，有客人要。好可惜啊！個波都係阿 Mark Wu 嘅波，斬得比較行咗少少啊。咪變咗搞到 Ray Pan 啊，追唔切，追唔到個波啊！左後衞，左後衞。那個撞撞撞撞。哎，攞呢個波。阿王有冇機會射？俾過嚟 Ray Pan 有冇？哎呀，射到埋，仲有冇加多腳？哎呀，都冇啊！合制啊！球證仲話咧，阿旁證呢邊咧仲話越位添啊！啊，對方開翻出嚟個波，俾阿王啊偷到啊！真係嘥咗啊呢個波！阿王反而唔射，俾過嚟 Ray Pan，Ray Pan 再彈話咧，龍門咧係用腳封到啊！好，呢邊即刻有個 foul 啊！快快快快快！啊，刚才看中位不清楚球往外踢，往外踢少犯规啊！一定要防守都看中位的位置。啊，投出一线后，没有了。守我听。咁啊，阿妈咧删咗先啊，阿妈乌。中国龙。诶，再攞嘅时候咧，呢边系有人跌低咗啊！係中國隊嘅球員啦，睇下邊個先。阿 Yan 嚟喎。邊個紅牌啊？唔係 Yan 啦，就俾人撞低咗。咁而呢邊亦都換人先啦。阿明上邊啊？哇 ，Eric 仔咧都有少少攰啊，睇到佢。哇，就換出咗 Eric 仔，換咗係阿大莊入嚟啊。咪換大莊入嚟打咗左閘位，彭德星都換出喎。肯選乜亦都換翻阿 Ken 仔入嚟。咪彭德星咧喺下半場早段咧就換入咗後備，不過打咗八分鐘就換翻出嚟啊！啊，換個位置 ，OK， 行。好啦，阿 Yan 啊冇事噶，
阿 Yan 起翻身，繼續比賽啊！個波咧俾翻個公正球咧，係俾翻係中國隊龍門一胎大腳。嗰個大莊咧個波浪落去，阿 Yan 俾咗出嚟啊！十號阿 Ray Pang。好，俾咗落去，但係咧可惜啊，個波又係對方係截到 ，Ray Pang 再咧抖抖過嚟啊，俾人拎，冇乜位俾啊，再入啊，入接嘅係阿鍾國龍 ，OK， 我哋波係，哎呀，頂唔到啊，可惜，高波咧掉入去遠處，只可惜咧阿旺咧係頂唔到個波啊，只係揩到個波皮啫。浪费咗两个机会啊！下半场又系，同上半场一样啊，就浪费咗几个机会。Ken 仔啊，斩得好靓噶呢个波。好啦，手球啊，英格兰。唔使揈嘅，我开始见到咧呢个中国队咧系控制住个中场啦，喺下半场。阿王再俾啊，鍾國龍。带唔带咗入去啊？鍾國龍有啊。出唔出到嚟 ？Ray Pang 射到，哎呀，又一球！哇，連續幾下攻勢都係咧，都係咧唔掂喎。Ray Pang 好盡力㗎呢個波，冇關係，冇關係。佢又扣翻到個空位咧，俾佢射，但係咧啱啱咧打高咗喺個眉頂出嚟，好可惜。哇，連珠爆發嘅攻勢啊，中國隊咧令到咧英格蘭嘅後防咧心寒咗一陣啊！嗱，幾個機會都係 miss 咗啊，真係好可惜。好，再嚟一個攻勢啊 ，Ray Pang 冇啦，呢、這個波係俾後衞解到啊，二十號。梗係 ，OK OK， 邊三號？邊三號？一隻龍。阿王，冇開始啦，呢個中國隊係壓住個勢啊，係壓住英格蘭啊，而家。咪剛才而家同場方面咧，蘇格蘭對非制方面咧，啱有個紅牌啊。咪對方呢、這個蘇格蘭少打一個人添啊。喂啊！麥烏，喂啊！麥烏斬嚟中間，中間冇威脅，咪只係俾翻龍門對方龍門嘅啫呢個波。啊！呢個波係抌去右邊啊，右邊再進攻。啊！五號咧俾翻後邊再一個高波掉入去，而家拎出槍唔出，冇事，好在咧麥烏啊頂住。出槍唔出都幾危險噶，太弱波。好啦，接翻住先。做乜嘢啊？而家球證就吹停咗。哦，佢 check 個波，睇下係咪唔夠氣啊？唔夠氣啊，要換個波啊！哇！嗰邊屌你，嚟啊！叫打交。好，呢波係阿球證啊，換翻個有氣啲嘅波。咁啊，等阿泰咧再開過啊！爭球嚟嘅喎呢球，冇球證冇理由換波啊！黐撚線啊！即係話呢球爭球嚟噶嘛？好啦，開翻爭球出嚟。咁啊，點解會開個龍門球咁搞笑嘅？咁啊，球證嗰個判決上咧，就拗拗地投嗰只波。哇！他接住個波就唔係龍門球嚟嘅。不過始終啦，球證咧係每一個 tournament 咧，呢度啲球證都係業餘水平啊。雖然話跟足國際足協嘅例啊，但係始終佢哋有時嗰個判決都係有啲偏差嘅，對啊，同職業球證都係爭奪嘅啲水平。好啦，呢邊咧睇下點，阿 Max 俾翻出嚟，阿 Yan， 我想攞個波，但係咧自己失重心跌咗，喺呢邊反而咧就阿 Max 咧就撞低咗對方。係波啊！开噶啦！哎，丢人丢人，开人开人！好啦，又系高空咧，开入去啦呢个波。跟住白衫啊！哎呀，面超！咪又俾阿五号咧开入去，咦有高波，控到落嚟，好在咧三个人咧压住呢个球员啫。球都冇输啊 ，Ken 仔！好啦，俾翻出嚟啊，俾翻阿十二号 Novi。好快，九号咧接咗入去。OK 啦 ，OK， 好晒得。冇错咧，呢个中国队嘅后防好密集下，咁啊再闩出去横边。哎，入边，压实。换人呀，呢个中国队。英格兰都换人呀，英格兰换咗一个入嚟。
而中國隊啊，將阿李楠換翻入去啊！誒，快上，快上，快上！啊，換出阿 Yan， 阿 Yan 打得唔錯啊，今日表現都好落力啊！阿 Yan 今日都好十七號咧，係比例。哎呀，啱啱啊 ，Ken 仔捧出界嘅，好快開賽啦！呢個波 ，Ken 仔一頂，不過落咗喺對方嗰度啊，比較唔好啊，攞到，啱啱接唔到嘅阿 Repan。個波有少少彈地啊，因為哇呢邊咧兩兩到啦，中國隊唔得，都係咧俾英格蘭嘅球員咧攞翻喺個右路落啊，李楠俾翻出嚟阿 Max， 阿王上上上上過黃邊啦，冇錯啦，黃邊啊 Ken 仔咧控到啦，過到一個再直線，不過呢個直線冇乜用啊。好，阿旺都想话翻嚟报翻噶，仲有阿明 ，yes pass， 推翻个左边啊，睇下有冇左边嘅人帮佢，冇啊，夹硬去啊，要自己，因为左边冇人帮佢。兄弟，诶 ，Ken 仔，换翻翻嚟，哇，医院得滞啊，呢个波好彩，李楠咧攞翻，阿旺，喺个左边，左边都系啱啱啊 ，Ray Pan 去唔到。因為草場絕個波絕關係啊，所以咧係啊去勢咧慢咗啊。好啦，睇下點先呢邊 ，Ray Pan 左腳一出，啱啱咧係俾咧係啱過一頭啊，咪俾阿十七號頂走咗角球嚟噶。好，不過都好偏，不過爭啲啊，掹掹水啊。阿十七號如果頂正啲嘅話咧，真係會擺烏龍噶。好，角球叫我睇下咧 ，Ray Pan 咧可以點啊？斬佢近處啊！咪仍然俾英格蘭嘅後衞王行翻個波，再解圍到。咦，仲有啊 ，Ray Pan， 再掉落嚟，後處有冇人？先有咧，英格蘭球員頂到先。Ken 仔翻嚟啊，行翻食到個位，再俾翻阿明。誒，啱啱通到坑渠，俾翻阿 Ken 仔啊！哎呀，都系斬得曳啲啦！細細你六比啊，就啊！你睇下趙林幾緊張啊！呢個波，阿 Ken 仔，趙林啊，又肉緊到啊！呢個波啊，見到阿 Ken 仔斬得唔靚啊！我即刻係真係可害佢啊！真係呢個波，走啦！中國龍，好嘢！我俾到嚟啊 ，Ray Pan， 有啊，射得噶啦 ，Ray Pan， 扣翻嚟大位。點啊哥！哎呀，真係，唉，真係又係俾龍門封到。今日呢個英格蘭龍門都雪陣勇啊，真係射咗近處又俾佢封多次啊！上半場又係 Ray Pan 射咗一球又俾佢封到嘅。啊，呢個英格蘭嘅龍門都幾難破啊，真係。咪睇嚟咧，啲英格蘭啲職業球會都可以揾下呢個龍門啦，考慮下揾呢個龍門咧踢踢職業啊，真係。中國龍，咁中國龍習慣咗咧，唔係咁中意射波啊，但係呢個波比咧就冇力啊，佢一個後腳有少少高張啊。請走，請走，係啱啦。哦，後邊咧係阿 Mark Wu 啊，將個波解圍咗先，真係好多差事啊！呢個中國隊硬係把握唔到啊，亦都因為對方龍門神勇嘅關係咧，所以係幾球都係無功而退啊。好啦，阿秀老落喺個底線，留翻出嚟嘛，大莊就扛住佢。好啦好啦，咪逼到咧對方咧個波又踢得出界啊！哎，唔贏真係唔抵啊！幾多攤事啊！好，交個球啊，抌入去，抌上去。好嘅波 ，Ray Pan 一球，啊 ，Ray Pan 真係好波，真係好波啊！又過去，哇，話過你就過你，第三個過埋，再扣翻落嚟，再射埋去，冇啦。不過龍門應該一早封咗近處啊。咪真係唔怪之得英格蘭話要 check 啊 Ray Pan 嘅 ID 啦，真係速度太快啊，速度好快啊，同埋過你亦都係有好好嘅技術。一個啱啱四十五歲嘅球員咧，真係仲有咁好嘅技術咧，真係好難得噶。喂喂喂！中國龍 ，yes yes， 我俾過嚟呢邊，攞唔攞翻阿明？有噶，攞得翻。定啊定啊，明定啊！咪冇人幫阿明啊，但係呢位。
夾硬爆，夾硬爆落去啊！咁啊，但係都係俾人咧係食咗個位啊！嗰個位啊，天哥係 push up push up， 唔好啊！我俾人出嚟，有啊 ，Vincent。啊，中間亦都俾人生出，別動別動，翻翻啊，大球翻，睇人走緊。好，睇下點先啊！呢個中間，冇出嚟，阿泰唔應該出到呢個波，壓住阿Mark Wu，哎，好在Mark Wu係壓住啫。阿泰咧又係呢個波咧出營時間嗰個 timing 有少少問題，好在咧縮翻後啊。OK， 阿邊去去去。咁最後咧，阿Mark Wu亦都係能夠咧行翻住對方，可以只係輸個角球啫。OK， 牙膠啊，龍門球啊，龍門球添咋？角球都唔使輸，好在啊。关，阿关，活动，换那个 Max。哇，龙门球啊！龙门球咧就系阿Mark Wu发开翻。哎，帮你接，因为你脚下沉啊。好，开翻上嚟啊！十五号高啊，顶晒。十二号啊 ，Novi。好嘢。去嘅时候咧，俾阿李楠咧闩出横边。好，顺便抌埋先，老波。落到嚟底，咪小心啦！禁區犯規啊，盡量唔好禁區犯規。哎呀，好在散波啫，好慢啊呢、這個波。咩個換阿明？咩個換？哦，吹罰咗先啊！呢、這個波係吹罰英格蘭嘅。不如中國隊方面都準備啦，換人嘅。換上，阿明，阿明 ，Max，Max。啊，換咧係兩個球員嘅。快啲上嚟上。咪將阿 Max 係換入嚟啊，換出。Max， 不清楚往咩踢嚇？咪換阿肥仔軍入嚟啊！明白，就踢界咩去？最好。咪呢個係下半場第一後備一，第二個後備一就係啊。兩個換兩個。Michael 仔。因為 Michael 仔就換阿 Ming 啊，一入嚟一即刻個波掂啦 ，Michael 仔，啊斬咗上去，心口浪落嚟浪出界嘅應該冇錯啊 ，push up，China，China，China， 啊剩翻啦九分鐘啊，下半場咁啊雙方仲係未開到紀錄零比零，但和波嘅話對中國隊都未必一定著數嘅，仲要睇下飛制嗰個成績係點嘅喺個另外一場嗰邊。若果飛制贏嘅話咧，飛制就會出線第一名。如果係和嘅話咧，就要睇蘇格蘭能唔能夠贏到飛制啦。香，有中王，戰啦！再打落嚟呢邊啊，阿王，咁啊俾人咧係撞低，不過球證就冇示意吹罰。啊，睇下王點先，頭先又俾人嚼到啊。不行，你往前踢，往外踢。事就冇事嘅，阿王就加个球啫，呢个波只系俾。俾翻个波佢哋啦。哦，俾个公正球啊，呢个波系。俾翻嚟阿龙门嘅。我大腳開出，等下嚟阿Mark Wu解圍咗先啦，冇錯啊。Yes。我劉威平可唔可以哨到落咧？冇啊，都係。OK， good。啊，龍門啊，大腳再嚟啊，嚟多腳。阿李楠咧，第一點攞到 ，Ray Pang。哎呀 ，Ray Pang 又把俾失咗，急咗少少啊，又係。哎，又大啦，對方都係甩啊，對方係。拍咗 Q 啊 ，Ken 仔再俾入去。Ken 仔呢个波太入啦。乜 Ken 仔太入啦？呢个波俾得。阿龙门一再大脚，头锤先到。Michael 仔再俾阿 Ken 仔。啊，留翻过嚟。啊，呢个球锤咧，对方系英格兰，顶翻嚟对横边。喂，睇下位置咗啦！我睇下 Ken 仔啊，点抌啦？最近都系得阿 Ray Pan 个位嘅啫。诶，再嚟一个间外球。诶 ，push up， 诶，红队 ，push up。Michael， 快佢 ，Michael。我今次阿 Ken 仔抌后啊，抌俾阿 Michael 仔。Smith，Smith，Smith。呢个波睇唔通啊，又系俾落死位啊 ，Michael 仔。OK，OK， 翻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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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嚟。OK。
慢慢球仔入嚟就代替咗阿明打呢個右後防嘅位置啦。哎呀！Alex, Alex behind. Alex, 好，英格蘭啊換入啊呢個十一號球員啦，換入後備嘅。哇，手力好犀利啊！抌到去對方嘅後場啊，馬烏搞嚟。好，浪翻落嚟咧，俾阿 Ken 仔再攞翻。不過 Ken 仔啲波硬係咧有少少醫院啊，啲波俾得。可能有少少緊張啊，打到呢個時間，大莊。肥仔軍再俾阿李南，李南推甩咗啊！呢個波，咪打到雙方咧，雙方打到呢個時間咧，大家都有好多嘅失誤啊，因為緊張啊，大家一定要贏啊 ！Repan 吸翻轉頭先，但係兩個行佢，俾唔俾到咧？第一下俾唔到啊，打到人，但係第二下有人扯翻埋嚟啊，最後失咗。好，幫我落翻阿 Michael 仔度。會睇下點俾先，俾落去 Ken 仔。好 Ken 仔又斬落去，好貼門啦、啊。中間又係俾對方頂咗。中國我冇冇啊。Raypan 再想扣過去啊，冇埋添。好呢邊有大莊攞翻啦，撲到。咁啊撲甩翻個波啊，大莊。好緊氣啊，飛出去。咪 Raypan 咧係都太好落力啊，太過落力啊！希望咧佢唔好泄氣啊，因為 Raypan 今日咧跑同咩跑動咧非常之多啊，佢都我睇到佢真係喺度唞緊氣啊，佢辛苦㗎啦 ，Raypan 今日知道係，如果入埋決賽咧，可能仲辛苦啲。白三波唔夠五分鐘啊，剩翻。暫時紀錄都仲係零比零啊，未開到紀錄啊！呢個雙方，中國龍，我俾個左邊阿旺，再放落嚟，哇！呢邊好掹水啊，要出刀，中國龍有冇？咪立到都冇用啊！咪俾對方刪到，但係仲有個角球噶。哎，後面四分很好，媽，後面四分很好，四人兵的，哎 ，Michael。往前点，你往前点，没事没事没事，八号啊！好啦 ，Michael 仔都走上嚟啦，睇下咧呢个角球点样处理啦。个角球有啊，肥仔军啊开。我开出嚟，中间线到啊呢个英格兰球员。哦，呢个波系啊 ，Michael 仔就困跌咗对方啊。OK， 撐啊，撐啊！好，罰球方面咧，後場嘅罰球啊，對方。好，中間咧好壓迫啊，呢個英格蘭。OK， 好 ，Novi 啦，哎呀，俾失咗，俾落阿 Ken 仔度。李南啊！中國龍。唉，乜搞咁樣比啊？好問水啊 ，Raypan 推過一個，第二個俾人壓翻住啊！嘛冇辦法啊，冇辦法，最後都係失咗啊！拜拜，阿 Michael 唔喺偷。哎呀！啊，呢邊俾到右路啊，英格蘭呢邊。猛接不過。哎呀！呢個波打打落去，雙拳打出嚟先，阿泰。十用 Novi， 再射埋冇力㗎，阿泰接曬啊！兩分。嘿嘿嘿嘿嘿！我鬥頂方面咧唔夠頂啊，中國龍。中間斷中間咧空曬人啊！又一個高波起腳，不過啱啱就射高咗。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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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中場嗰邊咧睇到就好似有啲有少少鬆散啊，睇到。咪暫時未知咧，係蘇格蘭嘅飛制嘅賽果啊，所以呢邊亦都係好緊張，暫時。入波喎！好，我哋開出嚟啊！肥仔军，哎，军，俾啦呢个波就有少少啦，似乎俾佢无人嘅位置啊。等等，听仔，听仔，听仔。我呢边睇点啊？别着急。李南再俾系 Raypan。哇！哇 ！Raypan 仲想过啊？转唔到身啊！头先个下啊，十四号点啊？英格兰。
我睇下点再点先，咦又有啊十八号，再俾个右路，能唔能够出到个波咧？出翻嚟省到人，中国龙，阿王 ，yes， 好啊，放过呢边 repan， 哎呀死啦，都系中间冇啊。對方都是頂到，不過線後咗啦，後邊仲有個阿王喺度啊，冇乜位俾啊，阿王，一係回後嘅啫，完全冇人俾得到啊，冇人冇隊友幫佢啊，肥仔軍呢個時間先嚟，不過喺死位啊，喺個死位度，好啦，俾人扣甩咗，省翻阿王都係落翻喺白衫球員嗰度啊，佢攞個武器啊，好啦，英格蘭啊進攻啊，仍然都係。咪又喺右路嗰边，再出翻嚟中间。哎呀！好犀！哎呀，呢个波好大镬啊！好翻胎！啊，好大一胎咧，接到对方射得好正啫，好在对方如果烫佢个远处角都死嘅呢个波。好，英格兰中国队波啊！英格兰球员碰出界。好啊，呢个紧张时刻啊！時間就到㗎啦，其實雙方都好心急㗎啦，大家都英格蘭和波咧就一定係出唔到線。手球啊，十五號，咦仲換人喎呢個時間。阿 Yan 同阿 Ming 啊，再換翻落嚟啊。肥仔軍同埋阿黃換出，咪進入差唔多保時階段嘅。好啦，頭先講過英格蘭和波一定就出唔到線，中國和波咧就要睇埋對方嘅蘇格蘭都非制嘅賽果嘅。咪如果咁啱得咁巧咧，蘇格蘭同非制都係零比零咧，咁啊可能要抽籤噶啦。抽籤嘅時候就要各安天命啦。哦，球證咧吹長雞啊，結束比賽啊。咪零比零喎，呢個賽果比較尷尬啲喎。咪真係要睇埋對方嗰個成績係點樣搞啦。英格蘭就已經係出局噶啦，三戰一勝一和一負，就冇辦法出線噶啦。而中國隊就要睇睇對面嘅比賽啊，蘇格蘭對非制嘅賽果先至決定到佢哋能唔能夠咧係進身決賽啊。中國隊非常落力啊今日，不過下半場真係好多差事人 miss 咗啊，真係好可惜，好可惜。都係一樣，一樣 face to face 三隊啊。系啊，都要赞下中国队啊！虽然今日佢哋入唔到波，但系咧，最后咧都系咧系零比零啊！个双方系握手离场啊！咁啱收到消息就飞仔啊，嗰边又入咗波喎。咁啊，睇嚟咧呢个飞仔都系稳坐45岁决赛啦。但對方係未嗰邊咧係未完場噶，不過就算完場咧，都係蘇格蘭追翻1-1都冇用嘅，都係計得失球都係非制咧係出線噶。咪今日咧係打咗一場非常之精彩嘅比賽嘅中國隊，雖然45歲中國隊冇辦法咧進入決賽啊，但係佢今年嘅成績亦都非常唔錯啦，1-2，咪只係可以嘆一句唔夠運啦今日。咁佢哋得5分，只系可以喺小组得第2名，冇办法晋身决赛啊！好啦，打完呢场波之后，我哋唞唞，跟住睇埋咧就系52岁组嘅四强，睇下52岁中国队能唔能够打入决赛啦。经过一番龙争虎斗之后咧 ，A 组嘅总成绩就出咗嚟啦。最后出线嘅球队咧都系非制嘅，佢哋嘅总成绩咧系3-2，有7分。以2分咧力压呢个中国队咧夺得首名出线权嘅喺45岁组。另外一队出线的球队就是爱尔兰嘅，最后的决赛咧，非制是以2-0击败了爱尔兰，夺得了45岁组侨民杯的冠军嘅。